由新北市政府文化局主办的2017新北市社区营造成果展，进行在市府的六楼大礼堂热烈举办。现场有41个社区参加，阁有超过2000会长者带你动健康。新北市吸引大量的外县市移民，人口已经有398万人。为着让市民产生幸福感，文化局努力推动社区营造，透过各类的补助计划，建立在地特色。过去这一年里面，大家的成果哈，我觉得非常的丰硕，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，都能够达到我们的目标。我们今年特别强调年轻人参与社造，我想大家都很清楚，我们这个世代的传承，我们希望进入第十个年头的这样子的一个社造活动，我们希望能够发掘我们年轻人来做这样子的工作。现场有老41个社区摆搭，阁有超过2000岁高龄银发族，伫个台顶带大家动健康，展现在地银发族活力甲热情。文化局总共补助57案社造申请计划，不过参加成果展团队单位竟然有66个，大家拢以无同主题来分享如何翻转社区的力量。记者彭建凯、林金如、新北市采访报道。